我是录了1小时40分钟，第一次感受这个交响乐现场的蓬勃气势。感谢能够来到我们美丽的新疆，给我们带来这么一场视听盛宴。我们将会是用这个西洋音乐的方法去演奏，就是新疆的这个民族音乐。我觉得这一种融合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么我们要打造职业化交响乐团，我们跟新疆一起交流、学习并合作，来到了喀什做这个沿江演出。我们经常会受到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，那么我们把中国的各民族融合到一起，才能更好的走向世界，走向未来。